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南加州麦哲伦500栏目组现场。我是 Dr. Chu， 今天很荣幸的，我们邀请到了 Shirly Wu， 他是健康产业的专家。那我们今天就把麦克风交给 Shirly， 你带来了什么福音？大家都知道，年纪越大，我们就会走进所谓的衰老，这是人生的过程之一，是没办法避免的。那进入衰老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生长激素不生长了，一直到差不多20岁左右。所以同样的，为什么同样的我们吃营养的东西，给我们的青少年子女，像是又然后是学生啦，他们长的就是肌肉长高长壮，那同样东西吃在我们30岁以后的人身上，变成就脂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生长激素越来越少，那我们的老化现象越来越多，所以为什么会有皱纹啦、白发，然后这个例如更多的是关节的问题。这个腿衰弱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开始在老化当中产生。是的，那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的主题这个规范在这个生长激素方面。是，生长激素应该也称为生长荷尔蒙。是啊，是。那它是一种，我们知道身体有很多接受激素的地方，是像我们大脑的脑下垂体是发那个分泌激素的地方，是还有这个我们的。肾上腺素啊，还有胸腺，是、啊、这些都是分泌激素的。那接受激素的地方，那有打针、吃药，是啊，或是外敷啊，这是最新的一种外敷。是。那今天那个 Shirly 给我们带来这个产品，叫做生活激素乳胶、因为它是一个胶质的，它的这个先讲一下，这个是经过7年。到美国的食品药物局，现在是他检验注册通过的。那这个它是通过皮肤吸收？对，经过皮肤吸收。是皮肤什么部位吸收？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呢，皮肤有粗糙的地方，有细致的地方，所以我们建议呢是4个地方。哪4个地方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像我们量血压都在这边看心跳啊什么。所以第一个是我们的手腕的部分，第二个手肘的部分，第三个是胳肢窝的部分，另外一个是脚弯曲的内侧。那这些地方呢是最容易被吸收的，所以当我们插上这个乳胶的时候，就一天只需要2次，1次2滴就好。然后插上以后呢，我们抹了以后往身上插，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血管，插了以后26秒钟直接进入我们的血管，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见证有这么多？是，那现在就是这个话题的进入，在皮肤上擦，那一天要擦多少次，跟擦多少范围，它的效果是什么？我们只要2滴就可以，然后呢，每天2次，我是早晚各1次，那。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抹就好了，因为很快就进入我们身体，然后每一个人因为吸收的反应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健康的方式还有健康的结果也都不太一样。是，太好了。那这个产品是什么人研发，来自什么地方，它有 多久可以达到效果呢？很好，这个是在北加州的公司发明，那这个创办人本身就是营养专家，那他因为这个 发明了这个已经是在10几年前，然后才送到美国食品药物局去检验，那在今在去其实去年底刚刚出来，那他的意思是说这种新的产品你放到可以放到任何药物局去卖，那个就 CVS 这种地方去卖，但是你放在那儿大家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他就宁可让客户自己告诉大家，所以用好了客户自己在自然会告诉朋友说你一定要用啊，你头发也会变黑啊，头发会长多，自然会讲。是，那这个刚
跟以前的产品有什么不同？以前可能是用打针吃药，或是它的价位什么的，做个比较，它的优越性。OK， 其实很多人都怕打针，而且打针的里面的药必须要很强才打得进去，那太强有些人没办法收，就身体也许受不了。那另外吞食的东西要经过胃，要经过很多管道，所以也不是那么快吸收，皮肤是最快的方法，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所以他这家公司呢叫 New You Life， 是第一个是用抹的方式，涂在身上的方式。那它的价钱一般是一瓶是一个人用一个月，那所以它你每个月可以续订。那如果你续订的客户，当然它价钱就特别好，一般大概在180-200之内就是一瓶。对，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在需求回到健康，回到年轻时候。那因为现在在因为这是美国的产品，刚刚才到我们中国人圈，那所以在如果在脸书上全部是英文的见证，女生的见证已经将近10,000个，那男生的见证更多，我也很惊讶看到13,000多个男性的见证，他们对这个产品通常男生比较不像我们女生好东西大家分享，他们在脸书上分享的比女生还多。嗯，是，太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以后我们对 Shirley 吴女士很感兴趣，谈谈你过去对这个保健方面的这个产业的经验，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可以谈一谈就是激素和这个荷尔蒙在身体上长期使用会有产生些什么样的作用。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麦哲伦五百栏目组合见。欢迎来到栏目组现场，我们在节目的第二个阶段，来请教一下吴女士，我们对你很好奇啊，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的，来美国也已经40多年了，那到美国刚刚开始呢，就是念书，然后上班，在美国学校做过老师。因为我对教育非常喜欢。是啊，做老师在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圈子里面是很受到尊敬的啊。那你是教哪方面？我是在美国的小学教小孩子开始念书学波波摩佛 ABCD， 所以我教他们的时候真的很快乐，这些小孩子真的太可爱了，美国的小孩非常有创意，所以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后来又进入中文学校，那就从事就是触发在华人社区，华人在美国长大的小孩，督促他们不要忘了自己的传统，所以就进入了中文学校，也从事了非常多年，就鼓励学生在学校服务，也很真的很快乐。在哪个中文学校？尔湾中文学校，是南加州最大的，但是是已经很多年了。是那时候学校办很多活动。那另外呢，就在成长当中总是会觉得体力有点不支什么，结果就很多朋友来介绍一些营养的东西给我，所以我就后来就研发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人第一个身体最重要，你再想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帮助社区，帮助社团，自己不能先倒下，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哦，自己要先保健自己，
就在这方面开始触发，因为我大学是念的是企业管理，正好跟我念的也很有关系，所以在这方面从事保健品方面或保健的产品有关的都有20年的经验。是，我们知道做老师是很有说服力的啊，这个在公众场合能说话，能够管理这个，尤其您是学商业管理的啊，是。那我们再请教一下，你怎么会找到这个产品？也是无意中，因为在发展企业当中就会认得很多人，那介绍我的其实是加拿大人，他们因为认得我是在其他公司知道我做事，而且我帮他们做了不少翻译到中文的东西，所以他们一有这个产品第一个就跑来找我，而且特别从加拿大飞下来跟我见面。那当然当初我们没有这个产品，但是我上网看了很多见证以后，我说不可能是假的，那我就当场就说自己来用嘛，所以我才用了一个礼拜，因为公司
欢迎来到节目的尾声。我们现在谈了这个产品的这个特性以后，又谈了吴女士她的过去对这个产品的结缘如何结缘的。那我们现在就想谈一谈这个产品它的未来的期许。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和吴女士谈到这个产品，就用一句话来解释它，就是青春活力啊，让你一般的人能够恢复青春啊。那我们就把麦克风交给吴女士，看她谈谈她是如何让你青春活力。相信大家都同意，我们没办法越来越年轻，每一年过生日就更加一岁，那身体又渐渐在老化一年。可是大家都知道，现在统计我们的岁数死亡率越来越低，然后寿命越来越长，越长是好事，但是如何健康的长寿才是最大的重点。那我今天为什么会推荐这个身活乳胶，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天然的产品，它是让我们年轻时候的激素再回来我们身上，然后让我们皱纹减少，正面是让我们第一个皱纹也会减少，皮肤会好，回到年轻时代，头发也变黑，让你睡眠又好，睡眠好你第二天才有精力。这个字是哪几个字？靠近点。OK， Somaderm， Somaderm。Somaderm 好像跟 modern 有。Yeah， modern 就是哎，回到对呀、啊，一点没错，就是回到年轻的样子，回到。那 Soma 是什么意思？我这不太清楚，这是他们公司取的名字。那所以我不愿意翻成中文。就是因为我不想失去原来的。那你中文翻译成生活乳胶，生就是身体的生、啊、活就让我们有活力、啊、再回来生活乳胶，因为它是一个软软的，虽然是胶质，但是因为它软的像 乳就是软软的东西，所以这是我翻成生活乳胶。因为看到它的见证里面，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盖的关节，现在年纪大绝对不能摔跤。那为什么会摔跤？就是膝关节退化，所以这个会增强你的膝关节，你的手关节，你手关节才能运动嘛，才能做很多家事，做很多事情，所以让你身体好，睡眠好，这都是重点。它在哪里生产？在美国的北加州，它完全是美国的产品。那里面是什么成分？里面是很多植物的成分，它们提炼出来的。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长激素。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经过美国食品药物局通过，7年以后才通过，所以非常慎重。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只能在美国购买。那我们因为我们的关系，现在正在跟公司积极申请要去国外，所以公司现在忽然成长迅速，因为我们中国人进来，我们的购买能力，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趋势，我们走的方针都非常的快，现在正在跟公司交涉，以后会尽量到我们东南亚各个国家去，发展很快速度，所以公司也在积极的生产，发现我们进来以后这个购买力非常强。那一瓶多少钱？一瓶是这样，一瓶是如果会员是149，当然还要加上运费跟美国的税。那如果说只是客户买一瓶来用是169，对。那当然做我们的
会员的话还有会员的169，还要再加上税跟会员费等等，对，大概是200多一点啊，一瓶要200多，对，就是因为你只有交这一次的会员费，嗯，就一次，所以第一次会稍微贵一点，嗯，因为包括会员费用，但因为会员费用它就149，如果客人就是169啊。那再进一步还有什么优惠？有像我们就是对，像我们像我个人是买三瓶送一瓶，它的英文叫 Pro Pack， 就是就是这个商务的，就是它你买多买，你用三瓶它就送你一瓶，那整个价钱就低很多，那就500多，那才500多块钱你就买了四瓶，所以就我觉得是比较划算，因为太多人可以要，尤其如果你有年纪长的父母在，他们都是体力不好，常常睡很久，那为什么睡？因为他们身体的这个生长激素已经衰退，那我们在见证当中呢，我有看到一个人91岁的妈妈已经等于是绝望不想活了，因为每天都躺在那觉得很无趣，就跟女儿说，哎，你也不用来看我了，那女儿说，反正我朋友给我买了一瓶，我就给妈妈也用，过了一个礼拜妈妈开始愿意下床走动，她说简直是对这个一个做儿女的来说，你再好的礼物都没有了。太棒了。是。这个让我想起来这个基督教说永生啊，我一直在思考当中，就是什么是永生。永生有一种永生就是长寿一直活下去，还有一种永生是精神长存。是、啊。那这个就是让你的身体这个延年益寿，青春活力，就是身体的永生。然后你像吴女士这么好心的人传播福音，把这么好的产品带给我们，将来你一定精神永生。我是很鼓励大家走这个方向，因为我希望人家记得我是带给他一些福利福音，我们基督教是说是福音，赚钱是最不重要的，你带给多少人福音，尤其是为什么我说年长的人，像我们已经60很多岁的人了，我们如果身体不好，我们是给家人带来困扰，家人带来太多的负担，所以我们以我们的年龄60-7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自己保健，如果你爱你的家人先爱自己。太棒。我们很可惜时间来到了尾声，我们希望下次还能邀请到吴女士，好，再见。对啊，因为真的我是，你知道中国人。安通健康会所，增加健康知识，分享健康产品，享受健康生活。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健康也越来越重视，对营养健康的产品需求量增加，但是对市场上的产品又不放心。安通健康会所致力于营造一个有利健康养生的平台，让大家接触更多的健康知识、养生信息及健康产品，充分享受高品质的健康快乐生活。一、安通健康会所宗旨，以会员健康为目的，体验和寻找好产品，以优惠价格提供给会员。选择的产品必须是通过美国主管部门批准，在美国市场合格生产销售的产品。安康健康会所可以团购价进货，所得利润分配给会员。二、安通健康会所推荐的产品以利于人们生活健康为首要目的，健康食品、美容护肤、生活家居、特殊专利品等等都是从广阔的市场中精选，而且经过实际体验的产品。会员不仅享有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而且还有消费积分、分享得分，分享的人越多，分红积分回馈也越多。三、安通健康会所会员没有年费，以会员制优惠模式为主，所有会员一律享受会员制待遇和优惠政策。本会所不强买强卖，会员只要经常购买适合自己的产品持续使用。公司不断提供优质产品，也欢迎会员提供推荐使用自己的好产品共同分享，一经采用会所也有奖励。欢迎各位好朋友加入安通健康会所，大家组团共享或分享健康产品，会所将根据会员们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提供更多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服务。加入安通健康会所，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找不到的。